羌活的话用于治疗瘟疫疾病，它有清热镇痛还有止血的作用。以前的话在乡村地区自己旁边的医院也没有，然后家中有什么人牙齿痛啊那些的话，会去挖一些药材，要去挖一些羌活，然后把它含在嘴里，因为它有镇痛的作用，所以效果好。还有去山上那些的话，不小心把自己的手割伤了流血那样的话，会把羌活挖一些羌活来，然后把它的汁挤出来挤在那个伤口上的话，会有止血的作用。